你别不承认，我给你领来了。竟然发生了这种事，终于找着你了，好久不见呀！事情是这样的，哎呀，我马上到了。本来跟小北约着去喝咖啡，但突然一个陌生人，哎呀，马上到了，马上到了，等我啊，有点事儿。哎，你是这个小，你在这个小区住吗？啊，你在这个小区住吗？在，咋了？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，这个女孩你认识吗？他怎么拿着小北？我认识啊，咋的？欠钱呢？那没有没有，我找他点私事儿，我认识好久了。你认识好久了，找他有点私事儿。关系应该不一般啊！我认识，不是正好我认识，我带你去找他去呗。哎，那太好了，那太好了，是吧？那走走走吧，走吧，还好人多呀，走吧。多长时间了？等，干嘛去了？看看几点了？咋的？多等一会儿不行啊？干嘛呀？你这么凶？你迟到你还有理了？我迟到有原因的。刚才吧，我在路上碰着一个人跟我打听一个人，我看照片挺像你，有那个照片那么性感我都没有，说是你多年的朋友。什么朋友？我没有朋友。谁呀？什么照片？我没有。你别不承认，我给你领来了，来。哎呀，终于找着你了，好久不见呀。Thank you.